行了吗，知旭？就快了。哎呀，快点帮我把眼睫毛吹出来嘛。那我来了，你不要闭眼哦。怎么了，小桃？笨蛋，又吹进去一根了。又吹进去一根了。当你和女友吵架之后，继续帮我拿下衣服。我没找到在哪儿，先穿下我的吧。都就位了。小桃姐姐，在这儿都能遇到你。小桃姐姐小心。别看，不会是李轩？